靓仔，靓仔，靓仔们是不是也经常后手不稳，抽杆时胳膊肘往外拐，导致抽杆歪了？主要原因是大家对发力的动作顺序不了解，在抽杆时后手肘不是横向移动的，而是向上提，整个动作应该至少分成两段，第一段大臂向上提的力，此时小臂还是不发力的，只是放松跟上而已。当小臂到达这里后，先锁定好大臂，小臂再向前发力加速，你看这样球杆是不是就特别直？接下来跟着我的节奏训练，五次为一组，回杆要慢，接着大臂上提锁定，小臂加速，只有练稳了后手，准度才能真正得到提升。练完动作顺序后，就可以将大臂上提与小臂加速的动作连贯起来，此时你应该会感受到是大臂带领着小臂向前，等到大臂的方向感上来以后，准度将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。台球技巧哪里学，看我置顶的教学，下课。